书籍与动画中大受欢迎的屁屁侦探终于在 Nintendo Switch 隆重登场。接下来将简单的介绍一下游戏内容。您将会成为屁屁侦探的助手，与屁屁侦探和布朗一起破解各种案件的谜团，尽情享受解谜探险的乐趣。您的任务是按照屁屁侦探的指示找出案件的线索，因此在案发现场向附近的人进行查问，使用引以为傲的照相机把看起来像是证据的东西拍成照片是非常重要的。收集了足够证据并解开谜底后，与屁屁侦探一起追捕犯人吧。追捕犯人时将会展开迷宫游戏，迷宫里设置了许多特殊机关。除了迷宫游戏以外，透过找出画面中隐藏的屁屁标记，把它拍成照片来获取额外分数。调查案件期间接获委托替人拍照，寻找班子鸭太太的七位孩子等等，游戏里还收录了多种有趣玩法。然后顺利搜集证据，成功逮捕犯人的话，就是屁屁侦探使用必杀技的时候。以样貌虽然像屁屁，推理能力却十分出色的屁屁侦探，一起挑战解谜游戏吧！屁屁侦探不服，未来名侦探登场。